啊，我们世间人，啊，心里头做梦，常常梦到自己家亲眷属，那什么，他心里头真有。啊，他梦不到佛菩萨，对佛菩萨还生疏，还很遥远。啊，梦里头有家亲眷属，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为什么死了以后还跟他们团聚啊？ 他们到轨道，那你到轨道去团聚，那他到地狱道，你到地狱道去团聚，这个不是麻烦事情吗？啊，所以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解决我们自己亲人的问题。啊，你成佛了，哪些众生来找你啊？ 是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啊，他跟你有缘，他起心动念，你通通晓得，啊，起心动念发出来的信息，你完全收到啊，你知道他现在环境什么样，你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 他有没有出力的念头？啊，有出力的这个愿望，你就能帮助他求生净土；还没有这个念头，你帮助他远离恶道。啊，真能帮得上忙。啊，所以一定是先成就自己，你才能成就家亲眷属，成就有缘的人，成就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真正的成就，就是示现榜样。 啊，做出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啊，有缘没有缘全看到了。啊，他会受感动。啊，也就跟你结了缘了。至持名号的功德。 是无法想象的。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来演说，说无量劫都说不完。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一句佛号 看作那么大的功德了，啊，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啊，在面前呢，不知道它是宝啊，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所以疏忽了，啊，喜不喜欢？喜欢。 愿不愿意去？愿意去，但是这些都没有摆在第一位。愿意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还不想离开。啊，愿意念佛，可是杂念还很多。啊，这是一般念佛人普遍的现象。啊，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原因都在此地啊，所以真正知道这功德啊，临于宗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宇宙大众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全是自己有缘的人。
那佛来了，你看到了，看到当然生欢喜心，功夫成就了，真把佛念来了，见到佛，佛一定放光照你，佛光一照，你自己所修的功德就正提高一倍。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弥陀经翻译的弥陀经里的一心不乱，不能说他错啊，有道理啊。临终的时候，那个人念佛是念到功夫成片的，功夫不成片不能往生啊，念到成片，佛光一助照呢，功夫成片就提升到一心不乱所以那一心不乱是有道理的原文上不是一心不乱，玄奘大师翻译的是一心细念不是不乱你细心去体会，罗什大师没犯错罗什大师的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倍增功德那么在这个经文上，我们能得到证实一世因缘所生之处，这所生之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永离胎胞，慧于之心我们在六道受的这个身呢，这身不干净所以古人形容这个身体叫臭皮囊这个皮带里面东西都是肮脏东西都是不是干净东西的，这形容的很好要真正了解这是个臭皮囊，你就不会爱惜它了不会那么样用心去保养它了你会得自在生到极乐世界，你看纯处仙妙宝莲花中，自然化身巨大神通光明合一所以莲花化身不是像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的阿弥陀佛身相多大他就多大他跟弥陀身相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有小慢慢长大的话那就有生有灭了极乐除了常寂光图我们不说它，其他三图它是平等法界，这是非常稀有非常难得你看化身就具有大神通，就放光明真的这就叫阿惟约致菩萨了。上至二经前面讲的这两部经里头，同表往生极乐智之人介于莲花中自然化身这一愿很重要清净无垢
神通智慧放大光明，具如菩萨，就像十八陀的菩萨一样。即弥陀慈愿之所感，二十四愿莲花化身愿呐。莲池大师，弥陀苏超越，六趣众生，在中阴之身自求父母，往生善事，在一坛之情莲花化身。这是这个话是莲池大师讲的。六趣是六道，我们这个世界六道里的众生，人死了以后叫中阴身，灵魂是中阴，中阴有形没有质，它不是物质，它有形状，透明的，有形状，没有物质的身体，所以它随风飘的，速度很大。孔子称它为游魂。它没有空间的障碍，在远的地方它一念就到了。所以一般众生呢，死了以后就中阴身，中阴身自己去找父母，他又去找个身体找身体不由自己的意思，如果有自己的意思，一定会找富贵人家了，那一定找好地方啊，那不会到穷苦人家里去，也不会到畜生道啊，到恶鬼道，他怎么会到那里去呢？所以他自求父母，业力在做主宰，没有他自己选择的。他去投个猪胎，他所看那个猪，他非常喜欢的。看那个母猪是美人呢，他起了爱心他就堕到那去了。钻到那个猪肚子里面做胎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后悔莫及了。他就得要忍受了一生。所以说是投身母腹，奉会之处，结成助燃罪业之体。这是讲六道众生，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干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无始劫以来就干这个事情，生生世世。我们自己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真相。这一生当中学佛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不想再干了，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莲花化身，是
何如往生之善事？啊，这就是念佛往生的人。你看，临终闻佛戒引，一弹指间呢，化身莲花之中，今生安乐之国。啊，永远平安。永远享乐，那个世界没苦了。那再告诉你，极乐世界的乐，不是天天唱歌跳舞啊。极乐世界没有舞场啊，没有舞厅啊，没有剧院呢，没有。啊，什么乐呢？听经。学教之路，学习当中的快乐啊，这个快乐一般人不懂啊，所以一般人很少人想到极乐世界去。你看到极乐世界去是想去做官，那人们有官做，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总统有国王，没有，这经上都没有说过啊，想是去发财，极乐世界没有企业家。你们看遍这个经教，是诸佛如来、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你看清楚了，它只有两种：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佛是老师，菩萨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到那里去是修行的，成就自己学业的。啊，成就之后到哪里去？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表演了。这要认清楚。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里办了一所大学，佛教大学，他是校长，啊，许许多多等觉菩萨那都是老师，啊，诸佛如来到那边去也常常给大家讲课，法喜充满，其乐无穷啊，啊，那个地方是法乐。啊，我们世俗这些娱乐一概没有，啊，名都没贴，这都名字都没有，哪里会有这些事实呢？啊，下面给我们解释莲花，是莲花者，乃谢凡阔之玄功，安慧命之神者。这个意思好啊！啊，讲得太好了。凡是凡夫，阔在此地是个比喻。啊，我们对于六道这个深呀，坚固的支柱，所以你没办法离开呀。啊，在六道轮回，舍身中阴，他马上去投个身，在佛经上讲，49天他就投胎了。决定大多数啊，极少数时间长说都是情执，他认为那个尸体是他，他不愿意离开啊，埋葬那个坟墓去，他的灵就在那个坟墓上，叫守尸鬼。
他不更厉害？真可怜呐！啊，这个执着啊，就好像坚固的夹克一样。啊，往生那就把它卸掉了，脱离了。啊，这凡夫之客、六道轮回呀，离开了，永远离开了。按慧命之神者，极乐世界是我们到那边去安居啊。啊，这莲花了，莲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啊。啊，莲花代表清净，处污泥而不染。欧耶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